理牧师来进的上帝手中的恩典。我要着落伊，尽我一切规律，我要尊重伊，伫我一切所做。呾我为着荣耀主来活，呾我的为着荣耀主来活，大家来祈祷。万古灵药，我的上帝，感谢你。伫个天悲伤的时阵，主你的神降落，安慰阮众大家。通过这个敬拜，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搁再一遍就发现，阮是一个极其卑微、土贼的器具。愿上帝你用你的光照怜悯阮的空间，用你的话修饰阮。做阮的快乐，做阮的帮衬，修饰你的智慧，带阮人生所剩的路，通行伫你的路上的顶端，带阮伫助力的内面，做助力荣耀的行事。愿做你无怖无备，无论伫逐时，无论伫逐角落，拢要诚侪助力欢喜的无怖无备。愿从今仔日，这个药引个别性交伫助力的手。无，毋是要有伫阮所敬敬、助力尽忠的路步，主上牧师伊的贵族，甲阮奉上教会正牧长、正亲友，伫你面前，相佮来效力，也相佮来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伫世间的路步，阮一尽所做，因光拢归于你。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各位牧长，咱奉山教会的长子，咱姊妹，特别爱甲主上牧师、牧师娘、阿细囝，恁支持的人来支持。愿主的神安慰咱众大家，有上帝你的名在咱内面作大，因为伊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咱伫这严肃的时刻，咱伫遮三千人，咱只有用敬畏上帝的心志，对上帝领受。伊的快乐，伊的智慧，伊的怜悯，伊的赦免，降临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以赛亚书52章第1节到第5节，其实伊是延续以赛亚书60章到62章这段了。伊的特色是讲合一，甲几项的焦点，有讲着新的名，有讲着大义。讲到面顶，讲到声门，讲到声唱，相信正的拢在回应咱头前所讲的合一性。其实正的拢是在肯定上帝国将来救恩的主权性。那十一章的人看见要肯定上帝国将来救恩的主权性。伊讲到失安、受了、受关、伤心的人，62章讲凡所归应上帝救恩的路步，拢要成做上帝手中的美女。对安尼，予咱无论伫甚物境况，拢通体会失安的恩典，同意救恩的喜乐。对受迫害的人民，这个托棒。这个精神，咱今仔日只看见上帝真正的荣光，主上牧师
一例外，甲父母的挫折。虽然伊肉体上已经被打败，总是伫伊的属灵画面内面，伊是得胜的，因为伫基督内面，甲基督同得胜。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用喜乐来补满主人承受放杀的痛苦，无阁受放杀的亚罗山影响。对第六十到第九十，咱看见守望求平安。第十三到十二十，宣告救赎的计划。整个六十二章，予咱看见上帝的恩待，就是用亲像安尼的恩典来做咱的治疗。伊的治疗是最特色的治疗。虽然到落尾，要按照伊主的外号。总是时刻拢要活在主的手中，主将免留受罪的落魄。最近好消息，电视台老三广告的节目，无意中去看见刘晓婷牧师伊分享，伊在做节目的录影播落的过程中。高速公路发生严重的车祸，伊的大汉查某囝伫现场死去，伊就会痛苦。伊甲上帝讲：“上帝，我知影，你为着我陪伴两条路，予我选择。头一条就是离开上帝，报复上帝；第二条就是叫我坚贞继续。”做见证。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北京话是安尼讲：我们有这盼望，就像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通过幔子直进到里面。台语上就是安尼讲：咱着这个盼望，亲像灵魂的钉，经过正义，行到圣殿的内面，坚固和坚定。每一个人一生，就哪只着对外面，行入去圣殿，到伫上深的所在，这个过程，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上灵的过程。当你上无助的时，无有一个人帮助你的时阵，只有天顶的上帝，伊用灵命扶持你，伊用灵命救你，互你伫跌倒的时间爬起来，互你伫悲伤的时间接受安慰。到你就起来，你就勇敢，对外面行到内面，通过顶面入去到上内面所在。圣经常常将遐无信的人，甲描述呾亲像一个无盼望的人，无上帝的人，因真正悲伤绝望，那像一个悲剧。伫黑暗的中间，基督徒应该亲像灯塔，发出盼望的亮光。迄个时阵，咱来看，只有基督徒才会知，这一切伊是安怎结束的。上帝国要临到这个地上，亲像伫天同款，这种盼望是灵魂的痛。伊要来思考，这个痛是又搁坚固，又搁牢靠，又坚固又牢靠，伊是非常非常的稳固。对安尼，咱来分享。第一点，救我们的公义，救我们的荣耀，就是上帝手中的恩典。救我们的公义，救我们的荣耀，就是上帝手中的恩典。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章伊讲：我因为世间的缘故，的确无静静。因为亚历山大的缘故，的确无休困，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伫发出，伊的拯救亲像灯伫倒。伊在讲日光要看见伊的公义，日头要看见伊的荣光，你要称呼新的名，就是耶和华亲像所称呼的。第三节，你要伫耶和华手中做水的
帝手中做命令，不过公义要救阮，就领着上帝旨意，我来看见两项事。头一项，迄个上帝伊所挂意的，迄个受挂意的，伫上帝的内面来欢喜。上帝老母，一世人做老母。享受迄个欢喜快乐，哈利路亚。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讲：我用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情，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金条做衫给我穿，用公鸡做袍给我换，亲像新囝婿戴水的帽仔，佮亲像新娘装扎迄个宝面。所以你受我用的。虽然伊的经过，伊的过程，可能我一曲故事，予伊感觉伊是足自在。总是将来有一个梦，就是上帝带伊去到内面的时阵，伊还见着上帝的时，伊讲：我的老婆入了我的内面，怎么生个欢喜？第二，迄个受拯救的，伊就要领受。稳定福气，迄个受保佑的，迄个是受拯救的，两个项给加起来，就是今仔日咱所看见迄个基督的救恩对上帝子民一种热切的心情的回应。这个热切心情的回应，是所有凡那是上帝罗卜女婢，拢要伫伊面前大大享受这个稳定福气。就是予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甘愿有着伊做奴仆，有着伊做奴婢。这个神圣的回应，永远拢点伫咱少年的人生命内面，伫少年生命深处的内面，咱逐日、逐日、逐时、逐刻拢在回应。所以，咱欢喜甘愿接受奉献。咱就欢喜甘愿做做大刀仔，咱就欢喜甘愿将这个梦扑出去。新年老三年，咱就要参加两寿这个欢喜。第二条，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三十第五十节，这个经文是塔起来。但世俗的眼光来看，有一条怪怪。总是上帝属于性命的，这是一个非常水。所以早起一晡是报告，有一个牧师，伊的名叫做林进的牧师。伊的个别性，伫咱的德兴教会，伊老久以的时阵，两点半钟久，那亲像困嘞。伊予我的感觉，上帝老母佮佮伊嫁入去天堂的所在，嫁入去上帝国的所在。基督的新娘当初就是上帝手中的伴娘。兄弟们，你讲我嘛无做上帝老母女婢，有，你是上帝国后生，你就是老母，你就是女婢。你陪伴你的心，上帝有你陪伴伊的命，有一天。你尽了世间的工，信道的工，你就要搁再一遍，上帝甲你建立起上帝的家。第三十讲，你要伫耶和华的手中做水的王母，伫你的上帝的手掌做平民。我特别用第三十搁再看一下，因为第三十是一段经文的重心。第四十讲，你不过称作受弃婿，你的地也不过称作荒的。你要称作我所欢喜的，你的地也要称作有荣耀的，因为耶和华欢喜你。你的地也要做有荣耀的，因为亲像少年人带在身边，你的百姓
安尼带你，亲像神囝仔，吼，伊是你的上帝，安尼。上帝的保护是基督的信徒，无论是男，无论是女，伫上帝面头前，伊永远是基督的信徒。有一天，上帝囝仔带咱转出，咱要伫上帝面头来拜上帝殿下。第三十条讲，就是要予咱知影，迄个上帝手中的面流煞接第四章，予咱看见讲一个违心参悟属灵真正的人，属灵真正的人，伊就无够称作受气煞的人啦。亲爱兄弟姊妹，当你一只心起来服侍上帝，无论教会做事不论工。只要会通予济济丧失羊群，倒来到上帝家时，才会讲，拢要因为你委身，要因为你奉献，要因为你参与，你就一世人无够称作受气上的人，是称作上帝所欢喜的。咱看大兵，伊甲普通人拢共款，伊一世人嘛是最后最多徛伫路口。上帝讲，伊是合我心意的。什么人敢来讲？什么人敢来挑战？上帝讲，伊是合我心，伊的尊严、伊的荣耀是上帝所赐予。无一个人会当拿刀拿手，用内底的话甲抢去。伊要亲像新娘嫁一个新家婿，伊会嫁，互迄个受气煞的人来要吃做有丈夫的。这是上帝面临的应对。未来有一个亲人的故事，我的亲人过身的牧师，三年前，伊对触电意外挂了，伊的性命就渐渐萎缩。到今嘛，拢无啥物好势。伫即几年来，甲伊以前的过路数差好上济。伊原本是一个真积极、一个真主动，上山落海拢充满活力，爱泡茶，爱讲笑，爱鼓励人，爱为人祈祷。非常老，就是伫个协调教会同工之间所有的疑难杂症。我伫平常中个虽然无甲伊久，总是我看伊伫平常中个所做工，赢过我一世人所做。亲爱兄弟，一个本来就无爱留恋人个人，其实伊嘛有足重视个一个。伊的最后最深，有伊足直观的所在，总是从伊开始用病了后，即卖伊不依，无法度做。有时我当伊来看时，我若问我什么人，一直甲我讲，啊，即久的。啊！向转去，家叫接。我什么人？先去遐。哦，这边一百分。所以，伫伊个头壳内面，有时是正电，有时是负电。过去一个强者，一个照顾人的人，一个关怀人，一个代表的人，伊今仔日成做强者。如今。亲爱的，上帝了报，上帝如意，某一日随你的时代，每一个人拢要去面对
这事实。咱拢爱调整咱家己的心情，不但是咱的时代，是你家己，你有一天你会老。因为咱在一家为着消费的模式，做退休的讲分明白。咱坐车中间人已经有人退休啊，我是有个人忙到五年、十年，嘛当要退休吗？这条路到世间的路过，每一个人拢爱行，袂安怎行？这种的困难，这种的无助，这种哀伤，总是伫基督的内面，咱拥有这种人嘛？这是咱灵魂的痛。其实这只大只船，伊有一个痛，跟落伫海的时阵，迄只船就安怎，就真稳固，伊就沉去。亲爱的姐，在咱心灵的深处，上帝已经为咱备办好这个灵魂的天。耶稣基督的应允，甲基督徒的信心是成正比。基督徒的生命的定是伫天顶回无上深的所在，是咱的瓦壳，咱瓦壳里，咱就一日就活落去。英国的诗人。亚历山大讲一句话：希望，希望是什么？讲希望永远在人的心中跳动，在人的世界内面万事万变，久久的千变万化，无法度，不咱伫咱渺小的内面，迄个困难就临到咱。只有一种的盼望，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一个稳定的力量，伊就是灵魂。伊甲咱听到一个非常温暖。结尾来讲，起码来说，只有十九载，咱拄只已经有百里翻天头了，一摆。咱有一个愿望，亲像灵魂的鸟，经过顶面，行到心里来，坚固无衰。咱为着救阮这个愿望，咱一世人打拼。耶稣基督就是咱灵魂的命，咱外地的事，咱受尽各种的折磨和操练；咱离开世间的事，咱亲像保罗嘴所讲，咱只有剩一项通夸口，就是伫咱的耶稣基督内面有软弱的时阵，咱通夸口是咱得胜的基督。嘴在讲安尼，千万只要看到啥物。把这位当看到，就是以赛亚书记的意思了。那个第九第三章，无花上帝赐用的你。最后一个故事，今天你是搞的健身，今天你搞的健身好好感觉。下面讲耶稣讲，因我所赎罪。因犯罪罪大，不过一名兄弟叫我讲，我头一句是错一个。伊讲咱做上帝工，不要过劳，要过瘾。我真正听，看，就是伊在安尼讲。伊讲什么叫做过瘾？一就是一出，一出来就是自然流出来。主人拿出来的是免费亏的，伊是嫌疑的，他是嫌疑的，伊是不可抗力的，伊是专业的，伊是无穷无尽的成功，伊是格外亏的，看起来正正，总是伊是有力的，伊是满亏的，伊的亏力是无限大，伊是无限的重要，由咱管理，咱的主去用。一起有一杯你才能够小杯感谢你我们的你的老婆主上牧师离开万期有哪些哪些这样散老贵我的你老贵我的嘴贵到嘴嘴到暗暝，到秋，到夏。
在你的手中留一个永远的勉励修书法。主，我来回应过，我已经心满意足。上帝感谢你，勉励我好难到主上牧师一直世间，伊的患难，伊的痛苦，总是求你无忘记这安慰我这大家。我从传教会的中职，我身上中的所有中位，我所敬听的主上牧师娘，甲伊的细囝两个，主，你带领人生将来的脚步，一步一脚印，我看见上帝，你无一仔久去回应，就是时时刻刻最的帮助，最的困难，享受因有教养的智慧甲聪明，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